有师兄梦见护法菩萨告诉他要大无持戒，请问师傅什么是大无？大无还不知道啊？人间只能不可能做到脱离无物的，不可能脱离的，就是人不学佛的话，一般的50岁之外都很难活到。第一，大无就是说大爱，小无就是小爱，好了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